The sky is the limit. 天空将是他的天花板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昂哥，新加坡汇利证券的股票经纪投资理财顾问。我现在在中国浙江省杭州市的隔离酒店，即将在这里开启未来八天的隔离生活。在我从新加坡出发之前啊，我有在我的 WhatsApp broadcast list 当中呢，给客户们发了一些股票提醒和我的个人的看法，其中就包括 Nanofilm、iFast、Pollux Probe、Nippy Craft、Paxson Retail、China Aviation Oil， 还有 SETS。刚才我在酒店之后呢，看了这几只股票今天的表现啊，发现哎，表现的都还不错。不过很可惜呢，今天错过了一只强势的反弹的股票，这只股票就是 The Place Holding。我想如果不是因为坐飞机没有网络的原因，按照我的技术指标选股的标准的话，我想也是应该可以抓到的。总体来言呢，今天我看新加坡的股市的表现是相当有活跃度的，很多的股票都在跑，所以有望啊开启一段小牛市啊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好了，今天就略微跟大家先分享这些啊，我们明天再跟大家聊。OK， 晚安 ，Good night， 拜拜。